我过今天三七少女节，为啥今天是少女节啊？因为有一日之差呀。情人节之后就是三八妇女节了，说明啥？啥呀？说明这情人节之后你就变成少妇了呀。啥？然后呢？之后是啥节？那不4月1号愚人节吗？对呀，就是意思就是你成为少妇之后，哎，你才发现你自己上当了。之后就是五一劳动节，啥意思？就是说明上当了，已经晚了，你还得当牛做马。五一劳动节之后，啥节？儿童节。啊，那意思不光劳动，还要生小孩啊？你看，啥子都明白了。请留下来，咦，卷走着尘埃，这么痴迷吗？飘在书香之外，走向美丽的天籁。有没有人能告诉我，上天对你在呼唤？你没事吧？啥新出？这首歌不是新出的，这首歌跟《最炫民族风》是一起出的。但是你知道为啥这首歌当初没有《最炫民族风》那么火？因为《最炫民族风》是踩在你心脏节奏上的音乐。什么叫踩在你心脏节奏上的音乐？我前两天看网上说的，就假设你这种你昏迷了，你需要抢救的时候，就是那个。医生不有那个按压吗？你知道吧？急救啊，什么人工呼吸啥的。完，这个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按压应该怎么按哈、啊，就是这么按的，你瞅着。来吧，展示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海呀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就是每一个重音，就是。明白不？就是这叫做踩在你心脏节拍上的音乐啊、哦，所以说能火遍江南海北，明白不？王传奇追起来。你知道吗？他值得你追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年你喜欢的明星挨个塌房，你妈喜欢的明星再创辉煌，有道理。而且没发现特别神奇吗？就是凤凰传奇的歌，你可能从来没细听过他，但是只要在 KTV 里，只要你拿起麦克风，无论谁点了，你都能朗朗上口，啊、嗯，可神奇了。你月工资税后有10000吗？啊，太直接了，我税后没有10000。那睡前呢？嗯，睡前也没有，睡着了有。你做什么行业的？你是？你猜猜呗，我做的工作总跟动物接触。动物园饲养员还是开宠物店长？屠宰场。啊！你这职业哈，再加上你这身上画的像手抄报似的哈，你上辈子可能是个画板哈。我喜欢纹身，纹的挺对称哈、啊，就是俩胳膊，这纹的是对联儿啊，啥呀？我初恋。太意外了啊！那这胳膊是初恋，那这胳膊是我前妻。我的天哪！更意外了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大哥，你不是画板，你是一个带有表格的。哎呦，谁年轻还没点故事呢？你要是吃醋，我可以把你也纹上。对，快拉倒吧，大哥，你这你前任，你初恋，我是横批呗，你这不用了，我还是不上你那点名册了。嘉禾，我就是挺喜欢你的。谢谢。如果你不在意我的过去，我想给你一个家。大哥，你赶上干房产中介的了，你逮谁想给谁一个家呀？真的，你那是个小区呀、啊。我就不进你的业主群了啊！那个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完了我们还不太合适，我祝你生活愉快啊！再见，不用送。我告诉你几个地方能找到有钱的男人啊！嗯，高尔夫球场、马术俱乐部、高端的游泳馆、健身房、五星级酒店的行政酒廊，还有互联网大厂。最后一个啊，有名气的寺庙。你干脆告诉我，让我上汤镇一品去挨家挨户敲去得了呗。就你说这几个地方真的还真就寺庙靠谱，那其他地方的门票也太贵了，要不咋说许愿得上庙里头呢。我都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有这观念啊，还非得说是找个有钱人。你说他成为有钱人不比找个有钱人强啊？说的对。那你看你格局大的啊。哎，你要那么说啊，逆向思维，那我没事到那地方转转，那我不就找到对象了吗？上那些地方，那不都想钓有钱的凯子吗？那又不是找有病的傻子。你这又上升到人身攻击了，我差啥？我不就没钱吗？我又不是一无是处。那你还不一无是处呢？那家伙
三十来岁，人家三十来岁都有房有车有房车，你那三十来岁有毛有病有毛病，站起来快乐都迷糊。三十岁的人，哎，五十岁的眼睛，六十岁的膝盖，七十岁的肩膀，你的腰刚过完八十大寿吧，头发都快过头期了，不是你，但是你的钱包像一个新生儿似的，是吧？全身上下都已经进入老年的状态了，哎，就光脑瓜的留在幼儿园阶段了，多牛逼！年轻，上帝在你身上，门也没开，窗也没敞。为何你的这泪中是那一句？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？昨天晚上都没有吃饭，半夜二次睡不着，发现掌柜的找了一包三九胃泰，冲了，当奶粉喝了。哎呦我的妈，那还好意思说呢？你瞅你现在这，你就往这一躺啊，好像那半扇猪。你瘦，你像唐山碧莹。你说你惹他干啥呀？祖籍敦煌的呀。哎呀妈，壁画那么多呢。网上都说了，说你家老爷们吧，乐意喝就让他喝，哎，乐意吃吧你就让他吃，乐意熬夜就让他熬，你也别跟他生气，哎，他没几年吧就把他自个儿给折腾没了。我前两天跟我妈跳广场舞去，楼下有个老太太唠嗑，你命真好，老头走的那么早，不像我刚他妈下岗就又上岗了。然后那老太太问他上哪岗啊？护工啊，伺候瘫痪老头。小金呢？哎呀，终于见到真人了啊！你认识我？早有耳闻，听说你是王阿姨的 VIP 大客户，一年相三百多个，一个不成啊，传说相亲界的灭霸呀！说少了，三百多个那才一天一个，我平时周六周天还分上下半场呢，像今天周日哈，上午我跟你相不成，下午我还有下半场呢。哎呀，那你也属于阅人无数了啊！那你这天天相亲哪有时间上班啊？收入都靠啥呀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一日三餐就靠相亲吃饱，日常开销全靠你们示好。至于我的收入吗？我这帮饭店拉拢客源呢，这都有分成。哎呀妈呀，真的了啊！你这活可真好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你也不咋地，早听说了，房子车啥都没有，就想找一个虎了吧唧就图你好的。咱俩呢，反正也成不了啊，那就凑合凑吃顿饭吧，是不是？来，抓紧时间点菜，那个可贵的点啊，我好有分成啊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类。能不能起来动动的呢？我为啥要起来动动的呢？你天天说自己找不着对象，找不着对象了，你搁这躺着，你说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一摘呗，你除吃就是睡，你这等着哪个男的入室抢劫爱上你啊？那我就出本书呗，你野兽。那你要照这么发展，你真能演野兽了。这有人吗？啊，有。我可以坐着吗？我跟你说有。哎妈呀，这不最熟悉的陌生人吗？是陌生了，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现在你是海绵宝宝，你是蜡笔小新呢？我为啥要听出你的声音呢？你比别人多俩扁桃体啊！其实我是找你来有事儿。啊。你公司的人说你下来买咖啡了，我就过来了。啥事儿？放。啊，那个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给你买过一个手机？干啥？你要要回去啊？哎呀，我是骂人嘛，那你我也太抠了。哎呦我的妈去呢，裤衩子袜子都穿纯涤纶的，你还不抠呢？我都怕你走道走快了，嘎嘎冒火星子把自己炼了。我建议你买个灭火器随身携带的吧，真的。你听我的，现在毕竟能跟你掏心掏肺的，除了我也就缅北了。不是，你咋嘴还这么损呢？你到底有啥事儿？你说就完了。哎呀，就是有一年，我们一起去一家餐厅，老高级了，
当时不是给了个代金券吗？我怕弄丢了，就用你的手机拍的照，就在那手机里呢。啥代金券能在市面上流通三年呢？玩的。你要干啥呀？我想带我对象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是真抠啊！那你别说代金券了，三年的餐厅在不在都两说了。再说就你这样的还能凑凑对象呢？那人也够想不开的了，啥好人能跟你？我啥话呀？我们要结婚了。哎呦我天，那他太可怜了，他后半辈子那人生都比那心电图还坎坷。哎，你说马上快520了，我给我对象买点啥呢？给你对象买点啥？马上快母亲节了，你给你妈买点啥呀？天天对象对象对象，你真大公鸡巴长吗？娶了媳妇忘了娘。一个就是挨气。你跟谁发信息呢？搂了个大腚脸呢？啊，谁给你钱了？我妈，我都无语了，她老爱管我闲事儿。我都26了，他啥都管。那你就听着呗，那有啥招啊？那不是啊，网上不都说了吗？如果父母从商，给的意见一定要听。那如果父母是普通人，那他的意见也未必能让你成功。啥？没让你听，也没让你往心里去呀。不是老弟，理论上是没毛病，但是你放心里，你说你情绪化，你跟他俩老吵吵，你不给他添堵，给你自己也添堵吗？你看哈，网上有一段话说的就特别好，哎，说那1岁的孩子吧，把那屎尿拉裤兜里，往往就会被原谅，而8岁的老人呢，就会被责备。为什么？他们没有痴呆，他们只是回到了孩子的状态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得不到孩子一样的呵护和照顾。为啥呀？啊，因为他们的妈妈早已经不在了。哎，你当年高考打多少分来着？妈亲的，说来惭愧，差点上清华呢都。啊，那么高？啊，当年。沈阳清华分数线是639，那你考63.9，差一点儿，小数点儿点，对不对？妈呀，我在这嘎跟你玩梗呢。那你考多少？我考396吗？然后清华分数线639吗？这就跟买彩票的数都对上了，完了顺序没对。396，这数挺尴尬啊。啊，完了，我妈就逢人就说我打400分嘛，我妈说了不差那4分也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那你说上个好大学重不重要？肯定重要啊！虽然是有很多就是混得好的不一定上过大学，但是上过好大学的一定混得不差。真的，人赚不了任职以外的钱，知识改变命运。那不一定吧？哎，那有啥不一定的？我给你讲一个案例你就知道了。我小前儿有一个同学哈，当时他妈给他算命，说那个他未来掏大粪。这一瞅，他妈当时就上火，说这一瞅这孩子不废了吗？但他不认命啊，他就要和这个命运抗争。现在是俺们那嘎的肛肠医院的专家。我的天哪！知识改变命运不得。我家就五常的。发往河北的物资，当地已经接收到了。后台很多粉丝私信我说，我们的家乡也在遭受着灾情，其实一直都在持续的关注着。前天黑龙江响应了应急救援措施，我们也终于联系到了老家的红十字会。在网上看到那个上面写着是武昌红十字会，我想核实一下，对吗？对对对。完了，咱这个加我微信，我给你发那个具体的那个就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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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希望家乡的灾情早日结束，加油！欢迎回到黑龙江日常。他叫男神，你说死神都死了，他还叫什么神呢？你说呀，他为啥不叫马子叫死鬼？那不你吗？死鬼他也不庄重啊。你说对，还有一个，你说天上的吧都叫神仙，为啥海里头的都叫王？什么龙王啊、海王啊？为啥？那能叫海鲜吗？那海鲜那不烧菜了吗？那不对，都给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说啊，人中国跟外国就不一样，外国的神仙呢，他是趴着飞；中国的神仙呢，他站着飞。那你这么说，你说咱中国呢，人
裤衩还穿里头，你外国你裤衩穿外头？谁认得谁？操人吗？不是你怎么你唠嗑你喝点酒你怎么不唠人家的嗑了呢？啊，操人！我想当超人。嗯，哎，何姐，我的妈呀，你在哪？你也来洗澡啊？我都找你好几天了，你咋不接电话呢？老躲着我干啥呀？我干啥？我怕你。怕我干啥呀？你说干啥？一给我打电话就让我随礼，那手都快伸我兜里去了，找不着我恨不得寻人启事。你给我发传票吗？不是，你看你说的，那不家里这边有事儿吗？家里咋老有事儿呢？哎，前年买了一个那个门市房，办个乔迁，完去年的门市房开了个饭店，又办开业。你要再办两回事的话，你的房贷是不是都花完了？不，你看你那话说的，哎，你说你这回又找我啥事儿？你说来，我听听。这回吧，哎，是我爸病了。嗯，我的妈呀，你可真孝敬啊！那咋的？你爸病了，你要办的呀？我是你家合作医疗啊。不，那不是你大舅吗？你咋这么说话呢呀？哪个医院呢？你告诉我是啥毛病，我晚上去看看他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啊，那个你看你也挺忙的，你就随个千八百块钱的就行。千八百块钱，我吃肘子不香吗？我上你那嘎吃折螺去了。再说了，那钱能不能到我大舅手里都两说。不是，那肯定能到啊！你这、你可快歇着吧啊！我前天我还搁那广场顶上看着他和那个老太太跳广场舞呢，那腿脚可利索了。他在这嘎让你诅咒上了呢，让你爸知道你这瞎揍死你。我俩在一起以后呢，我希望你能做全职太太。我不太喜欢我的老婆出去抛头露面。不是，你这个好像考虑的有点太长远了。不长远，两个人在一起了呀，肯定面对这事儿。这家里的洗衣做饭带娃呀，总要有一个人料理，是。哎，那冒昧的问一句，您的收入是？7万多，加上年底奖金呢，有7万5千块钱吧。年薪呢？对呀。那合着一个月就6000多块钱。对呀、我搁家全职，咱俩喝西北风去啊。我父母每个月还能补一贴一些，还有你爹妈呢。打住，我想一口大粘痰吐你脸上，给你敷个面膜啊啊啥呀，合着我上你家看你去啃老去啊，我俩就为了满足你的一己私欲疯狂的吸食两家老人的血呀。不，再说了，啥年代啊，还女人不能出去抛头露面去？那你养个老母猪搁家多好啊，能过就过，过不了还能啥吃肉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、还有更难听的我还没说呢。我不知道你爸妈哦后没后悔制造出你这个伪劣产品，我估计是不一定能有售后了。要不我后天帮他们修理修理你吧。那回消息需要插新华字典呢？我给你发消息，你为啥不回呀、手机又不是你买的，我乐回就回，乐回就不回呗。我十分怀疑你把我朋友圈是不是也屏蔽了？不用怀疑，就是屏蔽了。为啥呀？为啥？宇航员上太空才拍5张照片，旅游也就无所谓了。你他妈郊游，你发20张照片，干啥呀？你比他微商发的都勤，真的是。我不把你屏蔽了，我手机流量都用不到，停不到这一月。再一个了，你能不能别动不动你给我发私信呢，小弟？我真感谢你，感谢快手，感谢网络，让我一大早上起来就有一种处理潮的感觉。小弟，真的，你一天咋的了？除了玩手机，没别的事干了？哎，对了，我刚才看你桌上有老多手机了，不，你要干啥呀？当客服啊？干啥客服啊？你一个手机，你一天都给我发800个信息了，再送你一台，你做梦呢？你搁这儿？那好东西不得大家分享吗？那我看那视频有意思，不就想着我姐姐吗？妈呀，真是酸挺了。那你开工资了，你咋不想着我呢？你这么的，小弟，给你个机会，你请我吃顿火锅吧，今天。在家就订点外卖吃呗，啥家庭啊，天天下馆子，那兜里有几个子儿吃火锅算啥呀？算筷子啊？我的妈呀，那家出去泡小姑娘去，请一小姑娘吃海鲜，1000-2000的花，到我这嘎、我请我吃顿火锅，你告我算筷子？小弟，你抠的是不是平时牙缝里那肉啥都舍不得抠，都留着晚上当夜宵啊？我不是抠门，我是真不行。那我现在钱包就像洋葱一样，一打开我都淌眼泪儿。那别说火锅了，那大饼子我都省点吃啊，我一点都不撒谎的啊，你现在拉的都比我吃的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嘞，他上个月奖金那么多，那老板把大单子都给他了，他挣的能不多吗？这里面指不定有啥事儿呢，我告诉你啊。听到了吗，老板？啊，我刚才搁电梯里边，
不好意思啊，我说那啥，我说我前两天回老房收拾仓库，完发现那个十箱茅台，四五十年了，早些年那有老人留下来的，你说那玩意儿是不是都过期了？酱香的？啊，对呀。完，我寻思你不是有一个小货车吗？那玩意儿过期了，我合计你能不能帮我就拉走扔了呗？哪尼？啊，咱都朋友啊，嘉禾，这事儿好办。啊啊啊！那个，然后王老板还有个事儿哈，那个我们公司那个工程吧，现在我管，然后我寻思咨询一下子。啊啊！哎，再加两焦段吧啊！哎，谢谢王哥啊，谢谢王哥。那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哥。啊，那好嘞，回头打电话。哎，好嘞，哎。好嘞。最难搞定的老王啊。啊，咋的了？不，上次我给他做。哎呀，草率了啊。有些人这个嘴呀、啊，要是太闲了，就去那个公共厕所，把那个马桶嘛，挨个舔干净的，做一个人见人爱的好皮揣子啊。哎呦我的妈！